少女时代名开唱，30秒淘机快闪。韩国夯团少女时代相隔3年，林中武再度来台，他们明后两天将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这也是前成员杰西卡离团后首度以8人组合在台开歌唱。他们一早从韩国出发，对长太一眼心情超好的，在仁川机场拿着 DV 凑入成员们美美一面。他们下午抵达桃机后走 VIP 通关，徐玄美美的走在前头，余力似乎不想被拍，频频遮脸，太阳和 Tiffany 则跟在后头。一行人随后搭上商务中心的电动车准备离去，先后大概只露脸30秒。娱乐动新闻，明天小巨蛋不见不散哦，报道。